大家好，我是黄伟晋，我在 Hello 毛小孩里面担任的是宠物美容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舒雅，我也是美容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陶晶莹，我是 CEO。Hello， 我是曹宁，我在 Hello 毛小孩里面是宠物膳食师。柯基，大肠，国美，啊，我知道，松狮犬。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要讲他卡通里面的狮子王吧，跟松狮犬，不要讲卡通，先说卡通名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第二轮，加油，是我一样的地方，三二一，小白，三二一，啊，这是什么狗啊？这是控卡吗？史努比，哇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哇，这好熟，史努比，史努比度是不是有一点像？错。什么步步加强吗？对，来黄金，来他是谁啊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了我真的不知道，他叫英英，英英，对，你把那个照片拿来写一下。英英，这一关就失败了。狗狗可以喝牛奶跟无糖优酪乳圈还差。狗狗不可以喝牛奶。我们要打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。狗狗被闻屁屁的时候，如果表现出尾巴夹紧、耳朵靠后，代表它很喜欢。一定吧。对，答案是差。它尾巴伸直、嘴角放松才是喜欢。哦。对。如果狗狗它静静的看着你出门，代表它超级信任你。圈海差。看着你出门。就静静的看着你出门。静静的看着你出门。静静的看，静静。就是看着你这样出门，讨厌你，感觉他是很难过哎。难过是信任还是不信任？它代表他知道你一定会回来，所以他不会叫。他如果叫，代表他很紧张。哦，是哦。对。他老这样，狗很不信任我们哎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学起来，学起来。狗狗吃大便跟古代的狼有关系。啊？狼？狼？古代的狼？古代的狼。狗狗圈还差。欸，为什么？因为答对了，答对了，为什么？这是犬类的演化史。哦，好，这样是很冷的知识。如果你今天发现狗狗睡觉的时候眼皮下它的眼球快速转动，你要赶快叫醒它，是圈还是它？快速转动，如果你叫它的时候，它可能会咬你，对，它可能会抓你。其实快速转动，人类也是这样啊，就是 REM， 就是很快速的眼睛的一个 movement。就是表示你进入第二期的一个深层睡眠，不要惊吓它。狗狗如果觉得不安的时候，你可以对它们撇头或是打哈欠，圈还差。不安。啊？不安，我们可以叫它打哈欠。狗狗的安定讯号是打哈欠、撇头跟舔鼻子。就是人要模仿狗。对对对，人要模仿狗。安心的动作。对对对，学起来了。狗狗歪头，狗狗不是有时候会歪头吗？它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的眼睛被鼻子挡住。他的视线被鼻子挡住，圈还差。狗狗歪头是他的视线原因之一。原因之一哦，视线被鼻子挡住，应该是。OK 吗？答案是圈。因为这就像是腊肠狗，其实它的鼻子会长到它会被挡住。住你可以把手放在鼻子前面去看视线是不是会被挡住。真的耶。对。狗狗是世界上唯一看得懂脸色的动物，是圈还差。看动物都可以。答案是圈圈。啊，唯一吗？唯一哦。其他的不行吗？哎，我都觉得我老公有时候都判断不出我的情绪。他都不行吗？猫不行吗？猫不行。我以为可以啊。是哦。猫安慰我。鸡不行吗？鸡不行。鸡不行。鸡。你拿菜刀过来。哈哈哈大家好，我们是 Hello 毛小孩。想看更多特别企划，请锁定欧巴。